叫。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你有啥毛病？我又没碰你，你咬我干什么？你在这蹭蹭蹭蹭。晚上好，今天今天联机玩上次那个拆炸弹的游戏。别乱动！谢谢这小钳子。叽里咕噜不知道说啥，还咬了我一口。谢谢久久爱喝热可可，谢谢恶魔西西，谢谢谁还没有个小号 solo？丑剧，不甜不甜。谢谢脆皮，橘猫猫。最近different grainy，看主播玩这个游戏特别像小时候跟同桌互相背书，说好他先背提醒你，我先背完。谢谢南国瑶。谢谢姑姑想早睡。谢谢橙子，今天我要拆弹玩，不会玩成单机游戏，怎么玩成单机游戏？我得把那个背下来才行，看都没看明白呢，现在。啊，谢谢椰木椰叶，谢谢可丽脆脆饼。地狱天堂恐怖游戏，不知道，回头看一下。去联机了。Hello，啊，有人来了，吗？来了猜，，OK 了，直接拆，OK，直接猜，嗯，怎么说？直接猜，开游戏，我们给他破纪录了。破，哎，主要是我们四杠一周没玩过了，觉得还是有点难度，而且后我面之很前那个难，是吗？没玩懂，那个转圈的没玩懂，后面不是难，后面是时间短还不能出错。转圈那个不是懂了吗？就是，没，你没懂，就是没，怎么了？我不能不懂，我不懂，笑啥？摩斯密码你也没懂，摩斯密码你都没玩到，你还好意思说啊？
你没有玩到过魔术密码吧？对吗？先调一下声音，声音有点大。啦啦啦啦啦。还有自由模式，但是你不能再背着我偷偷猜了。什么叫背着你偷偷猜？这不是双人游戏吗？你还想玩成单人游戏？你是赌神拆弹员，新的一天新的赌神，你是当赌神的，我对你很失望。哼，谢谢远方升起一缕君子，谢谢 Rhino Princess， 硬核模式，谢谢唐门还单的杭州托尼还没找好，谢谢栗子鱼姐姐，谢谢歪歪翻翻，明天生日快乐，谢谢芝芝淘淘巨乌合，谢谢露露甜心猫，黑衣服一身猫猫，对啊，已经有猫猫，谢谢弯弯鱼的精神人球，谁先拆？我先吧，我先练个手吧，我们先玩哪个？你再发我一下那个手册的链接，找不到。手册链接在那个呀，你打开菜单，菜单左上角那个菜单手册那个网址哦，3w.bomb 哦 ，OK 了，我知道。你别自助啊，今天啊。我通透了。你今天可不要做自助餐哦，不要吃自助哦。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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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我可以把它下载下来是吧？嘟嘟嘟嘟嘟 ，PDF 下载。嗯。怎么说？开稿？我们搞哪一关？谁拆？你拆，我拆。我先猜，我们先搞，我们玩了四杠一玩过了。好，我给你指挥是吧？四杠二。好。玩四杠二。等一下，我找一下我那个拆单手册。找到了吗？拆弹手册找这么久，你会不会拆弹？找到了，找到了。说你是谁？别，你是原先的那个拆弹员不？别吵，压力小子。上一个不已经被炸死了吧？你待会儿别哭，你自己搞不定密码的时候。新的一天，新的拆弹，不是，我是告诉你，你来给我指挥的。我才不会搞那种，我感觉滚滚热气球，我才不会给你搞这种。这那那的盲猜瞎蒙，赌神拆弹员，我才不是拆弹呢，我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懂不？OK 了，怎么说？哎，开个盘吧，来吧，兄弟们，开个盘。来。给大伙来开个积分吧，来来来来来来，通透了，通透了，嗯 3, 2, 1, go， 我这边第一名剩余时间3分11秒，是一共几分钟？5分钟剩三分钟，这么强吗？来先剪线，1 2 3，几个模块？第一个模块有五个，六根线，蓝什么？蓝红白白黑，蓝红白白白黑，蓝红白白白黑。最后一根序列号是什么？末位是奇数偶数。奇数。那个剪第三根。OK。
蓝色按钮按住，然后亮红灯。那你就按住呗，亮红灯，显示一的时候松开。然后迷宫，迷宫是第三行的倒数第二个是绿点，然后最后一行的第四个是绿点。OK，然后然后白的在哪？白色在第三行的第四个，红色在第二行的最后一个。是红色到白色是吧？白色到红色。白色到红色。上右上右下。好，然后最后一个是那个字，经典那个字，你的你前的，面立，嗯，你的，你的那个第二杠二。你，恩爱你，哦，N 拼 I 你。的你是吧？那个行没问题，下一个什啊，没问么？题，OK，下一个，然后屏幕上是好。一杠二，你看什么？问号的是什么问吧？号？啊，你稍等下，你的您，N 你的 OK，I，你的，啊，下面是一，一的话一杠二，一二没有，空的是吗？没有，就是哦，没有，没有啊，就是没有，预备好。猜完了，2分55秒。哎，还是兄慢了弟点，啊，还是慢了点。第几名？你第几名？第二，哎，第几啊？第二好像是第三，第二名，2分55秒，剩余时间，差第一名16秒。这16秒差在哪儿了？他有几次爆啊？一次爆，那16秒还是差挺多的。结账。这个旋钮什么意思啊？到旋钮了吗？来，我开旋钮了啊。就我他在会这是到他那在。个有倒计时的时候，你再跟我说旋钮，现在应该没有。键盘，先那个图案键盘，那个八爪鱼拿个长矛那个，然后呢有个大斧头，然后呢有一个笑脸，然后有个小舌头，它是个笑脸，然后有个倒着的问号。哎，我都记得了，你还不知道吗？什么？有个舌头，笑脸，有个舌头，哦，八爪鱼是吧？还有一个什么？哎，我知道了，我都记得那个图表了。哎，没事，重啊，那你来，来啊，你自助啊。我也，那我炸了呀！哎嘿，继续，来，也是那个图，那个一个弹簧，一个 CQ 那个弹簧，你这然后叫呢做一个东施 C 效颦。圆圈。那我刚刚对了呀，我刚刚对两个呢。然后呢，有个三是那个，它没撇过去，它往右撇了，懂不？然后呢，有一个那个 W，然后上面有一个小耳朵一样的东西，一个逗号。有个 C，外面有个圈儿，是吧？C 外面圈里面有个 C，对，那就是那个是第一个，然后W 上面有个耳朵是第二个，还有一个什么？除了一个就是长得像三以那个外的，还有一个 CQ 啊的那，CQ，个然后弹是簧一样的 CQ，东然后西，是三。还有一个是三的那个往右撇了，第三个根往右撇。对，好了吗？你对啥啊？你我说说呀！先是 C，然后是 W，然后是 CQ，然后是三。靠！你能不能笨你点？能不你能讲清楚点！听你一讲清楚下？点！你讲能不能四听条一线，下？黑红黄黑。你讲清楚点！你怎么回事？黑红黄黑，第二根。然后复杂线路，那个亮灯，红蓝。亮灯红蓝，等一下，我找不着那个了。亮灯红蓝，
那个 S 是啥来着？序列序列号旋钮。嗯嗯嗯。靠！还有几秒？旋钮剩三秒，刚刚。然后呢？炸了。这个旋钮什么意思啊？没看懂。不是，你要就是。它靠近旋钮那一侧相当于有六个，对不对？然后外面有一圈。来，那个第一条红线，第二条红线，那个三条红线的那个线。你要不要知道旋钮？再给你说。啊，你说，你说，你说，你啊，你说。你先先。你说。没事，那你待会儿到时间了你再说。三条红线行吗？啊，三条，两条红线，不是三条，就是就是。哦，我知道了。一二三那个，嗯嗯。一二三 ABC 那个。等会儿找不着，说。两条红线，第一条第二条都是红线，然后呢连的啥，第一条红线连的啥，连的 A 都连的 A， 两个都 连的 A 都不减。嗯嗯，然后第一条是黑线连的 A 减，然后呢第一条蓝线连的 A 不减，黑线减，第三条红线连的 C 不减，然后第四条红线连的 B 不减，第二条黑线连的 B不减，第二条蓝线连的 A 减，第三条黑线连的 C 不减。这个旋钮，旋钮，嗯，旋钮该旋了。嗯，嗯，内侧的六个，你告诉我六格。嗯，行，你说。一三和五六都亮，然后右边是。OK， 我知道了。按向上，向上。右边是不是亮了三个？它那个上也，右边是不是亮了三 个是在左？你就那就到左，它上在哪你就到哪。啊，好，然后我们先、嗯、先哦，六根线，红黑黑白蓝黄，红黑黑白蓝黄，嗯，应该是剪第四根，第四根啊。来来，那个八爪鱼，八那个图案，八爪鱼拿个长矛，然后反过来 C 中间一个点。我不知道你说的八爪鱼哪？哦哦哦。然后呢？反过来的什么？然后反过来的 C 中间一个点，然后一个圆圈一个竖杠，然后呢有一个。等一下，慢点，慢点，慢点，我找一下。反过来的 C 有个点，然后什么？嗯。圆圈一个竖杠，圆圈竖杠，对，啊、第一个，嗯。然后还有什么啊？然后，旋钮，旋钮，旋钮是一个，左边是一三四五六，右边是一五，一三四五六哦，那个向右，向右。哎、okay ，不对。然后那个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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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错了，嗯，对的对的，嗯。那个，那图案是还有一个图案，第四个图案是一个 H， 然后下面是个右下角是个 Y。哦，我知道了，先是圆圈竖杠。然后是那个八爪鱼，然后是那个 HY， 然后是 C 反 C 中间一个点。还有个是实心五角星。Okay， 实心五角星和一个 T 和 B。嗯。还有一个笑脸和一个斧头。嗯，斧头哦哦哦。笑脸 ,PB, 斧头实心五角星。啊，然后呢是那个 1234, 键盘上是 4, 就2413屏幕上是 4, 那个懂不？记忆体是吧？哎。我操，那旋钮触发了，旋钮是二三四五六和三四六 ，OK 向下。啊，那个屏幕上四是啥？二三幺四，二四幺三，说错了。等一下，等一下，二四幺三，屏幕上是什么？四，按第四个位置。啊，是三。OK， 二。第二阶段是二，然后是4213，按第四个，第四个是三，嗯，哦，旋钮，旋钮，哦，旋钮，哦，过了，然后一，屏幕上第三阶段一，嗯，找三，三在哪？找三找到了，好，第四阶段第几个？第四阶段是第啊、是三，嗯，三三，嗯，啊，第四阶段是三，三，按第四个。好，第五阶段，第五啊，第啊是四啊，刚刚那个第五阶段是二，找三，哦，真简单啊！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轻松的过六个难关了。
第几名啊？到你了，到你了。第四名。才第四名，哎。不行，我来，你这是四杠几啊？我这个是四杠三。四杠三，那我玩多少？感觉楚楚的云中迷，你玩四杠，你玩最后一个呗。四杠四。六模块一十五，五分钟。哎，那不都一样的吗？四杠三也是六模块。四杠四，多线操作。哦，多线操作就是肯定要。你有没有看懂那个旋钮？旋钮那个你有没有看懂？稍等啊，我看一下。我懂。嗯，懂了吧？懂了是吧？我懂，我懂吧？就是左边右边咋分的，你知道吧？就是中间那儿用一个、用一条线给它分开，然后。左边第一排就是一二三，第二排四五六，右边呢也是一二三四五六，我们就这么报。通透，通透。OK， 那我开始了。通透，通透。你刚说啥？啥？啊？啊？没事，我懂，我懂，我都懂。那我。啊，这么黑，有个迷宫。哎，这个是那个电容啊，电容不急。我们先玩哇，两个电容，还有排气，排气问号这个就是一直点否否否是吧？否，好像只要点否就一直点否，就连续点否就行了。否否否否否否，不对，你在干啥？不是你在干嘛？他那个否啊，一直点不行啊。啥意思啊？为啥要？那个排气是这么说的。没时间了呀。这个模块只要你反复的按同一个键就可以了。我一直在按否啊，不行啊。那它亮的时候再让你按否呗，你急着再按呗，你现在不急。啥意思啊？我要看。就是它出现问题的时候，你退了。不是炸了呀？它时间到了。啊？那个没过呀，那个没解决。它有两个那个电容，你就得来回按，都没有时间。电容放电，那个叫什么？手速快一点，手速快一点。不是，我没会啊，那个没会啊，看一下，我看一下。它不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一直按否或者是就行了。一直按否。反复按同一个键就可以了。排气要按是，时间会消失。真的假的？他们说要按是。那你按是呗。我咋都没找到啊？我在那个手册上都没找到这个。我也不知道。它有那个备注吗？最下面。没有呀。怎么还有蚊子？被蚊子咬。哦，排气哦，你被我翻烂了。按 Y 回复是，按 N 回复否。按键盘，好吧，来吧，来，重试。这个还是比上一关难一点。就是，不是，这什么意思啊？我试试看，我也试试看，什么意思啊？对啊，你会了吗？就你只要按一下，它会写排气完成啊，就行了。然后你要用手速啊，就这很简单的呀，这个。没懂，怎么讲？这
这不就是拉那个拉杆，然后呢把那个两道题解了就好了吗？就按一下否否，按是呀，然后按否也可以啊。是，你别否否是呀，你就哦排气完成。嗯，啥意思？没懂。那个密码锁，对，第一个是 G T D L R W。G T D L R W， 那 T 和 W 先看一下吧。T 和 W， 然后第二个是，J N Q E W H T H。那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是啥 ？F K H T S M F W I W H I C H。哦 ，which？ 等一下，那个。不会用啊，排气到底就是摁试是吧？你这无脑摁呀，为什么往往在简单的题目上你却如此的这个显得如此复杂？不是，我还要放电容，兄弟，有两个电容要放正反面。那你手速快一点，手速快一点，你感受一下这关，你感受一下这关。我手速超快，我虽然笨但我手速快，我一下就过了这关，太简单了。你炸了。然后那个还是那来密码 N N Q X P O W N， 然后第二个是 I N W L H Q N Q L L 有吗 ？I Q 不对 ，L 没有。你再说一遍第一个啥？N Q X P O W。Never 是吧 ？OK， 有意第二个有意吗？第二个有啥？ Never, 有没有意啊？没有意，好像 I N I N Q I N Q W I H L。第二个有 O 不是吧？没有 O， 那有啥 ？L W I N Q H。P L A C E， 我的电容炸了，电容炸了，再来，一关过不了，一个解不开，干嘛要干嘛？跟我没有关系，你是因为那个东西炸了？来来，还是密码 ，C F W U H D， 第二个是 I T H。M L O I， 这第三个呢？第三个呢 ？I N M D E X， OK， 你先想着，我去那边。X D E， 最后一个有吗？来个最后一个。等会儿啊，最后一个哈，Q H W X S T Q。太难了，这个 H W H S H， F C O U L D， 不对，P P O I N T P L A N T P L A N T plant， 我试一下。PLACE， 屁，你不会炸了吧？我啥时候说有屁了，兄弟 ？D C F W U H， 第一个，第二个 H M L O I T， 啊，炸了！换，来，换，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啊，四杠四，来换你、啊，什么意思？气死我了！什么意思？不是你手速快吗？我来解那个密码。什么意思？太
气死我了。什么意思？不是你手速快吗？我来解那个密码。什么意思？他一直问我字母是哪个，那我不得看那个字母吗？我就念字母。哪记得住啊？我哪记得住啊？不行。第一个啊，我来。EJLCKW。嗯。第二个 AZIGKH。 嗯，然后呢第三个，第三个 NZFTWL。 啊，是不是锁定了一个发现不对？嗯，第三个再说一遍 NGN Z N Z F T W L F T L W L 最后一个 N T 是吧 ？N T 是吧？第二个有什么？第二个有什么 ？A。那就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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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a t 呀、啊，你居然没炸，兄弟，不可能炸，兄弟，是不是有迷宫？刚才我一直有迷宫，象形符号，哦好，符号，嗯，那个圆圈，圆圈里面一个 c， 嗯，然后呢一个三，一个三没撇出去那个，然后一个空，嗯、那个镂空的五角星，镂空五角星，嗯，然后一个 i 和 k，i 和 k。哦 ，i 和 x 是吧？圆圈里面 c，、啊、然后 i x， 然后三，然后是那个五角星，然后那个连线，连线两根黑线，第一根连，第一根连 b， 第二根连 a。两根黑线，第一根黑线肯定是要剪的，然后第二根黑线连的 a 是吧 ？a 也要剪，两根黑线都剪。然后下面一根第一根红线连的 A， 第二根蓝线连的 A， 都不剪。然后第三根，第三根，第二根红线连 A， 第三根红线连的连的 B， 第二根连的 B， 第三根连的 A， 说错了说错了，嗯，都剪，都是红线就都剪。然后黑线连的 B 剪。这第几根了？第三根黑线剪。三个了，然后蓝线连着 C， 剪。黑线连着 B， 不剪。那过了。过了。啊、哦，这个只要手速就好了。你没有吗？哦，怪我咯。你没有手速吗？你剩了几分钟？我刚才剩这么久的时候我也撑到了，但我一个密码没解出来，剩了两分钟，你们能怪我，你们能怪我吗？看看啊，我可以打第五关了，我们可以打第五关了啊，我还不可以第五关，第五关来来来，换换换，先让我把这关过。好好，你把那个密码好好解一解。好好OK， 我研究一下这个密码，这个密码有点对我一点对我而言有一点复杂。嗯，第一个是 R S G E U T， 第二个是 P H N K F U， 嗯，三个，第三个了直接 U N Z， 最后 P Z J K R Q。等会儿啊，我先写一下这个。Think T H I N G Think 吗？有 Think 吗？哦，忘切屏了。等一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这要炸了。先不切屏啊！不是我那个，哎呀，要切屏，没事。好，等一下，有 Think 吗？我看看。哦，真有 think 好像。等会儿，
哦哦 ，THNG 不是 THNK， 我操，听错了。不是是，哎，我考验一下。Think 吗 ？Think 吗 ？THING G 没有 I 呀，兄弟。你第三个没有 I？ 对啊，没说有 I 啊，你也没问我呀。T-R-E ZF， 哎呦我去，我没看到，顾不过来了，重来重来。哈哈，再来再来再来，只要把英语我那个密码给过了，密码其他都好过。C C S J V E C B， 你重点看 B C S 吧，我觉得啊，我们就赌一手。B C S OK OK， 你然后呢？人呢？嗯，啊、有这种组合吗？第二个有 L I U D B T S P E L L spell 是吧 ？spell 没有 E 啊。第三个是 Z L I Y X S S T I L L S T I， 你在这猜呢是吧 ？Still 没有啊，我这不是说有啥就我猜说啥吗？这本来就是猜呀、啊。S T U D Y S M A L L S T I L L， 人呢？别人呢？这要炸了 ！S T I L L 是吧？你的压力不压力克服呀，克服呀。哦，有 L 还真有 L， 哎，还真有戏。等会儿啊，等会儿我先把这个过了。请稍后。你好。S T 有 T 吗？有 T 好像。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还真过了，让你小子。等会儿。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先撑一会儿，啊、嗯。好的。哦，那个密码啊，一个 N， 一个入，然后那个章鱼拿叉子，一个圆圈，一个竖杠。请稍后，一个 N， 一个入，再拿叉子，一个圆圈，一个竖杠。还有个啥？反过来的 C 吗 ？N， 章鱼拿叉子，一个入，然后一个圆圈，一个竖杠。N， 哦，圆圈竖杠。一个鹿，一个 N， 一个章鱼拿个叉子。先 N， 然后章鱼拿叉子是吧？对。然后是那个，那个剪线那个 A B C 一二三那个。啊。第一个蓝线连的 A。为什么会炸呀？啊这边怎么时间不够了？啊，文涛，文涛，来吧！你刚才剩了多长时间？两分钟。小涛，我这剩了两分二十秒。两分十二秒。两分二十秒。来，密码。你还是不够全面啊！我比较全面。A O M J Q E， A O M J Q E， A O M。第二个是 J O D V L。真猜呢，没有 B。After。没有 F。A F T。你听一下，第二个 E J O Again。没有 J 啊 ，L E J， 你这个不是 J 吗 ？E J 不是 G， 是 J 勾啊，勾是勾，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那是 O T H E R， 也没 T。about 你炸了吗？你别了，没炸。我现在不管你了，我自己先活着。第一个再说。B H C X V Y， 这是最后一个。B H C X V Y。S T U D Y。Study。嗯。
真的假的？我有说到 EVERY，EVERY， 看一下 ，EVERY， 哎，有 EV， 还有时间 ，EV， 真有 E， 哦，对了，那个竖圆圈一个竖，然后反 C 一个点儿，然后 N 和 Y 和 N， 圆圈一个竖，一个 N， 一个 N 和 Y 和一个反圈一个点，哎、okay ，反圈一个点，反 C 一个点，反 C 一个点，圆圈一个竖，然后 N， 然后 N 和 Y 是吧 ？OK。那个什么，那个剪线的那个，两个红线，两个红线，一个连，一个连，第二根 B 就剪，黑线 ，OK， 我知道了，第一个这不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 C 剪，第二个 B 剪 ，OK， 黑线连 C 了，我剪了。然后下一页，第三，第二个黑线连的是 B， 第三个红线连的 A。A 要剪。等一下，要炸了。什么黑线不剪，红线剪是吧？然后，黑线和蓝线都连的 A， 第三根黑线，你自己数，我现在数不清楚。你不是大哥，我这要干很多事情。都不剪。OK。那我为什么就过了？我就没有很多事吗？然后黑线连的 A， 蓝线连的 C。黑的剪，蓝的也剪，都剪是吧？好，哦，过了，太难受了，差一秒就炸了，刚才两次差一秒就炸了，你的反应太迟钝了啊！剩的1分06秒。难道剩1分06秒是因为我把时间花在那些上面了吗？哎呀，这个 KB 怎么这么强呀？2分12秒。对啊，他这个你看我，他的助手也太厉害了吧，让人羡慕呀！这样的玩家真的是让人羡慕。少搁这给我这个说这说那的，阴阳怪气的，我不信，我就是强，我是最强的现场王。你这个远程的，贪生怕死之辈，我呸！来，下关不是这关真的不适合我，这关。哦，第五关了，谁来？对，你来，我来，你来。什么？我挑战是吧？我玩是吧？对对，5-1哈。5分钟6个模块，3次失误。6个模块，哪6个模块？哦，那个复杂电路那个啊，怎么全是剪线的？两个复杂电路，两个剪。剪线，两个那个一二三那个黑绿又红的、蓝线剪不剪？蓝线 SS 末序列号末尾数偶数剪，剪不剪？哦，序列号末奇数那不剪。然后那个亮灯红和五角星。这怎么能快速能找到呢？这
好难找啊。B 吧，别挠、啊，不剪不剪，不剪啊。然后那个红色和五角星，嗯，嗯 ，S 和 C， 嗯，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个，重来一下，重来一下，啊啊，重来一下，重来一下，有点问题，怎么了？爆了，你又忘记了、自助了，写错了吗？什么意思啊？这个怎么三条线剪的两个都是错的？二三减二，四减二，五减。嗯？一啊？你在干嘛？四。哦。哦。我来谈谈，猜，没事，来。到哪了？嗯，直接把那个不是那个啊？你说什么？到哪了？开始了，开始了。那个还是这个，红色带灯，剪不剪？炸弹上有电池，两个以上就剪。啊，两个电池就剪，嗯，那就不剪。然后，那个带灯和五角星，你们不剪，别闹我，别闹我。然后那个五角星要剪，我猜要剪，要剪。然后那个，那个带灯和蓝色。有端口就剪，没有端口。然后红色、蓝色和带灯，红色、蓝色跟带灯。不剪。蓝色。蓝色要剪吧，要剪，要剪。蓝色啊，不剪吗？模式蓝色序列号末尾数为偶数就剪，它可以剪，但它是有四级的。那我按错了啊？不，你不是按错，你是擅自做主张了。不是，你说剪，我就按了剪。你不能，它可以剪，放下有情况可以剪。那我就按了呀，你说可以剪，我就按了啊。他可以剪，炸了，快快快，红蓝带灯。嗯，有端口就剪，没有端口。你干嘛又按错两个？没有，红色要剪吧？嗯，红色。然后蓝色带灯。有端口就剪，有端口，没有端口，没有那个白色，对，白色不是啥都没有，是不是要剪啊？然后那个带灯和五角星，带灯和五角星，哦，我知道了，啊，哪有端口啊？哪有端口啊？我要开始窃听模式了。不是，我感觉不对劲，你这个，我怎么感觉好像不止炸一次啊？是不是炸了好几次？没有，带灯直接剪，对不对？哦，带灯不能剪，我重来，算了，不重来。那个蓝色五角星，什么叫重来？你刚刚又开了。不是你听题，蓝色五角星，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啊，蓝色五角星的话是，如果有端口就剪，没有端口，否则就别剪。那个红色带灯。
红色带灯是？嗯。有电池就剪。有电池，有电池。或者是那个已经剪了，然后带灯要那个蓝色带灯。哦，不用了，不用那个，说错了，那个蓝色带灯五角星。蓝色带灯五角星，你说错了？没有，蓝色带灯五角星。蓝色带灯五角星。快点，有时间的。D 不剪。不剪啊，蓝灯啊，那个红色是不是要剪呀、啊？红色的话，单独一个红色的话是 S 的话是末位号为偶数就减。OK， 那个蓝色、红色带灯五角星全有。哦，不用了，那个已经过了。那个四条线，黄、白、蓝、白，减哪根？减。剪第一根 ，OK。然后那个线的，就是蓝色红色线那个一二三那个，第一条红线剪啥来着 ？C。OK， 第一条黑线要剪 C， 我知道。然后第二条不是第前两条蓝线剪什么 ？B、嗯。A 或 C。第一个是 B。第二条 A 或 C。A 或 C。OK， 然后那个过了几关了？三四五的蓝线，三四五 B A B B A B OK， 然后是红线该第几根了？红线是二三四是吧？二三四是 B A 和 A 和 C， 二是二红 B 三红 A 四红 A 或 C。OK， 然后是前两个红和第一个黑，快点，时间又不够了。前两个红，第一个红是 C 是吧？然后什么？第一个，第一个红是 C。第二个红是什么？第二个红是 B。OK， 然后，那个三四红，快！ A 都是 A 和 A 和 C， 第四个红是 A 和 C。OK， 后面。蓝 B， 我靠，八条蓝，这么来不及，时间不够，兄弟。蓝和 B， 来交换吧，你这速度过不了。八根，什么意思啊？我都自助了，我都自助了两关了，还过不了？你自助两关，那是因为不对，时间不够，兄弟，现在是。时间不够，那你难道是我的问题？哎，换过来，这不能怪我吧？第几关？五杠一。五杠一还不好过？难道我看看？啊，剪错了，时间会加速是吗？哦，那我可以再试，那我可以再试一次。那你给你等一下，我等一下，稍等。不行，我要背一下这。不准备打游戏还背，不准备。没背。我下次我找点那个模组，就是玩家自制的炸弹。嗯，那自制的怎么解啊？应该可以吧。来，什么？你来是吧？现在，你来，你不是说继续吗？哦，我来是吧？好，你别错，错会加速哦。哎，怎么还会加速呢？那我什么意思？那我不背了，不是？那我不试了。啊？什么是不试了，而不是不背了？我不背了，我不试，我不试了。三条线，白蓝黄，对了，好，那个四条线黑红黑白，第二个又对了，
哎，那个没事，你说的那个剪线那个复杂线路，黑不是黑，红和那个五角星，红和五角星，怎么有端口就剪，有端口就 剪吧。没有端口，应该有端口吧？没有端口呀，哪来的端口？别瞎说，没瞎说。那个，蓝亮灯和五角星，蓝亮灯跟五角星，对，不剪啊。然后，白亮灯不是亮灯和五角星，白亮灯五角星，亮灯五角星。有电池就剪啊，有两个电池就剪是吧？啊 ，OK， 然后那个亮灯，灯啊，灯就不剪。然后红色亮灯，红色亮灯的话就。红色亮灯就有电池就剪，哦，然后那个红蓝的话是，哦，不用了，过了。然后那个那个线的那个第一条红线是 C 对吧？所以不剪。然后蓝黑色 B 是要剪，然后下一个第二条红线 C 不剪，第一条蓝线 A 剪不剪？蓝线 A 好像也不剪，那个。第三条蓝线 A 要第一条蓝线 A 不剪对吧？第三条红线 C 要不要剪？是不是也不剪？然后第四条红线 B 要不要剪？四条红线 B 不剪。然后黑线第一条黑线要不是第二条黑线了应该？第二条黑线 A 或 C A 或 C 是吧 ？OK， 然后第几条蓝线了？蓝线都是 A。二三吧，应该是，二三条蓝线，蓝都是 A A A C， 还有个是 B， 第三条蓝的 B， 第二条是 A 和 C。OK， OK， 然后，第一条蓝线是 A 不剪对吧？是，你猜。然后第一条黑线也不剪，第二条黑线 A 的时候要剪，第三条黑线 A 不剪，第四条黑线 C 剪不剪？第四条黑线 C 剪。错啦，剪吗？剪第四条黑线 C 是剪啊！哎呀，没事没事。黑线 C 是剪啊？那啊？是啊。第三条黑线？哦，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说错了。第四，不，第四条 A 剪不剪？我看错了，不好意思。要剪啊！要剪。OK， 对了，然后第这是什么红线？然后两条蓝线。一二的红线，一二红线不一的红线，一的红线不剪，二三的蓝线，二三的蓝线，二三的蓝线，二三 A C 和 B， 二 A C OK 最后了，然后第四条蓝线，第四条蓝线 A 不剪了吧？好，过了，啊？怎么还没倒计？还在哦啊？这个没过，等一下，两根线我剪一下。这个，你说，你说的红线加那个五角星不剪啊？我说的红线加五角星不剪。我说的红线加有端口吗？我没看到端口。CPDB，CP 有端口就剪 ，C 是剪。然后 B 是它主要是它框了四个字母，我不知道说哪个。哦，我没啊，什么端口啊？不是那个 parallel 什么 parallel 端口？对啊，它那个红色的不是？我没看到哎。它红色的不是框了四个字母吗？一个字母是剪，一个字母是有端口剪，一个字母是有炸弹剪，一个字母是不剪。对啊。那什么意思？那我要听谁的？他四个都，
四个都不一样。是刚才是红色跟五角星对吧？红色跟五角星啊，它就是要一个是要剪，一个是不要剪，一个是有断口。C 码炸弹。哎，红色跟五角星不就是 C 码？你在这说什么？红色跟五角星是 C。不要剪，一个是有断口。C 码炸弹。哎，红色跟五角星不就是 C 码？你在这说什么？红色跟五角星是 C 是要减、啊、红色跟五角星可以是 P 呀、啊、可以是 D 呀、啊、P 不是啊，你 P 和 D 这个是有那个啥呀，你要不能在那两个圈里面的部分就只有 C。 那你 C 这个部分它也有这个蓝色的这个边框啊，是蓝色的边框，不是啊，蓝色的那个圈里面不能有，蓝色那个圈里面不是有 P D 吗？所以他们那个交集里面把 P 和 D 要排除掉，就只有 C， 所以要减，跟端口没关系。干嘛不早提醒我？我又不知道这个，你看着这个你自己，我又不记得，我要知道我还问你干嘛？我直接自己讲。别太自信，我跟你说，你来。一日为师，他终身为父。哎，现在这个好像，你来吧。我到哪了？五杠一嘛，刚才。我不玩乱麻。你为什么不玩？你玩来，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你就感受一下，快。那你能做到三分钟内过吗？那不得靠你吗？先剪复杂线路，先放到那一页，我们来抢跑。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盘外招，兄弟们，我调一下复杂线路是吧？对 ，OK， 开始。看好了，观众朋友们，我只演示一次，如何带领天才但是手笨的队友走向胜利。你说不说？不是开始了吗？复杂线路一个是蓝线加五角星，蓝线加五角星，那个蓝线五角星 D 哈，不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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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线五角星，嗯，减，亮灯蓝线，亮灯和蓝线那个有两块电池，有没有端口？端口有端口就剪，没端口没端口那就不剪。好，那个、直接亮灯，亮灯好像就是不剪不剪不剪，只有亮灯就不剪。五角星，红线五角星，红线五角星，红五角星是啥来着？我刚才怎么记着你说过呢？你问过的，你能不能自己记一下？不剪，我为什么要剪？我问过的东西啊，红线五角星要剪。好，下一个，来那个红色亮灯，红色亮灯，你就跟火速玩这一关，谁跟他学过世界纪录？谁跟他玩？那个有没有两个电池？有电池就剪，有电池就剪。有电池，那个红蓝五角星，红蓝。我感觉我刚才要是火速也能说这话，我为什么问的？我要记住我问的东西。那就是红蓝有没有端口？没有端口就不剪，没端口。那红蓝亮灯，红蓝亮灯，B 是吧？啊，过来，好，你这个废物，我都给你剪完了。来，这个五条线，蓝白黄黑黑。你猜一下哪个？你当我都不知道？你猜一下，不是这样，你猜一下，我给你，啊、我给你验证。第三条线，红白黄，红白黄，你当我是猪？那你猜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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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看我们中专的实力。你猜一下嘛，过了。OK， 第三根线，好，我们下一个，那个红线连的 B， 黑线连的 B， 然后呢，那个红线连的 B， 第二根红线连的 B， 好，第一个黑线要剪，好，红线说。你猜一下嘛，小看我们中装，你猜一下嘛，你猜一下，你这前三根你还不猜一下，前三根你还不猜，第一根是 A 要剪，第二根是 A 不剪 ，A 不剪 ，A 不剪，红线我知道，第一红线是 CBA， 红线是蓝线是 BACB， 记住这个答案好不好？别，红线是多少？红线第一个是多少？你看我把这些干的时间都给我 ，EC 2B 3A。
EC 2B 3A 一是 C，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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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药效过了，等一下，一是 C， 一是 B， 二是 A， 我二连的 B 要比较啊，文涛。啊？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跟不上了。第二根红线连的 B 要不？你太快了。第二根红线连的 B 减不减？第二根红线连的 B 要不减？减。好，然后第三根红线连的 B 不减。然后第二根黑线连的 B， 第一根蓝线连的 C 也不减，都不减。我操。然后第三根黑线连着 A， 然后第四根红线连着 C， 减。好，然后那个第四根黑线连着 A， 减。我操，药效有点过了。好，第一根黑线要减，第二根黑线连着 B 减不减？不减。好，然后第三根黑线连着 C 减不减？第一根蓝线连着 A 减不减？不减。是吧？然后那个第二根蓝线连 C， 第一根红线连的 A， 不减。第四根黑线连的 C， 减。好，然后第五根黑线连的 C， 第二根红线，这红线好像是第二根吧，这红线是第几根了？连 C， 不减。我跟你说，我刚刚硬赌对三关，而你。看不清我们这种，我没赌呀，我是记的。文心学生，你是，我也是记的呀，谁跟你说我是赌的了？你自己说的。我说过了吗？我怎么不记得了？你过了？我过了。那你是不是超过我的记录了？你不会炸了吧？你是不是炸了？我过了，兄弟，我是46秒过的，你是12秒过的，开玩笑啊！嗯、超越北大，我太羡慕你的队友了，你队友最强辅助，我也希望有一个这么强的辅助。我队友会说：“你猜一下，你要不要捡的？你能不能记一下？”就开始这种压力。哎，你觉得你要不要捡？我考考你。他怎么四五根线都能蒙对啊？我跟他三根线我蒙错了两个。我那不是蒙的，我那真的记得，兄弟。那好，你玩吗？还是我玩？你玩吧。谢谢小圆圆的提督，谢谢。玩那个五杆三吧，五杆二别玩，五杆二八个破坏一次失误，太难了吧。谢谢 Rain Baby 的提督。五杆三吧，我玩。好。四模块一失误三分半，来吧。同心词和炸弹是一对危险组合。我又忘那个。来吧，准备好了吗？一次就炸哦。四个那个词儿哎，来说说，快快快，四个题全是这个。好，说说啥？说说啊，三二。好像你的太费劲了，好像我的太费劲了，好像好快点，好像你的下一个你，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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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儿，那个，哇，这个太费劲了。泥，泥巴的泥，泥，你这速度不行。泥，三二。下一个，下一个，快快快，下一个。下一个是什么？行。什么有没有问号？什么什么有没有问号？什么有啊有啊。哦，好，下一个，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那个一，一杠二，一杠二的话，中间不行，这速度不行，这速度不行。空准备好什么没有按没等一下左中间预备一就是是动动动动动动，这速度真不行啊，我的天。二杠二就是快快快，就是准备没有左什么好事预备没按空就是空中间等一下一，等一会儿别显示不是有了呀，显示，别废话，快点，等一下，显示，没时间了，显示三杠二，不太对，
不太对，不太对，找不太对，不太对，不太对，你您的你您的您的你你你的你的，好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就瞎猜了。显示显示，来来来，显示显示，三个二三个二三个二，按按按按按按，预备中间。OK OK OK， 往下一个，显示显示，哦，显示是三个二是吧？现在三个二，您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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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您您您快点，时间不够了。不太对，你行，你好好，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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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下一个，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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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动动动动，快快快快快，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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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的，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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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动啊？动动二杠三，我的二杠哪有二杠三啊？什么什么问号？二杠二杠二，不是，好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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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下一个你你您的稍等，好，出来准备什么？哦，什么？你再你再把你再把动给我念一遍，快。动啊，不是，你再把这个给我念一遍，你刚才念的这个顺序，我听一下是不是你念错了？你的下一个你哦，有个下一个，稍等一下，好人没听到下一个，他没念错，他没念错。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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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换换换换，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五杠三，快快快！我不要你普通话不标准，我不想听你北方人说话。不是，我让你体，我让你体验一下躺赢，好吧？来来来。你就挑这关，这关我感觉你辅助不了我，这关你辅助不了我。不行，我就要打这关，我不行，我就要打这关。我知道，我现在知道，我不跟你整，我认真了。等等，我喝口水。啊，太难受了。哎，来你说吧，我现在的普通话非常的标准。全是啊，四道题全是这个。啊。放心吧，我的老伙计，你别废话，你就说你该说的，本来我就得从中摘取一些有用的东西说。哦，来说说三二你没问题，你您你是吧，有个你是吧，有个你啊，你是吧啊，下一个。别了别了，炸了兄弟，炸了炸了，你别乱顶呀，你他妈，我听的是你啊，我听的是你啊，你乱顶，你他妈乱顶，我怎么玩，你别乱顶。太难受了，跟他玩这关。我不想玩这关。不是还开始了，好好好，快快快，已经过去六秒了。好好好好好，一二一二，救命了。泥巴的泥，泥巴的泥，等一下，你爸的你，你别压力我，我操！您下一个好像行什么好了，不太对，稍等一下，你啊 ，N I 你的、啊、没问题，啊、您的，别念了，别念了，别念了，又你妈炸了！你别乱点，你看你字符中间带走你，我不玩了，这关我不玩了，谁爱玩谁玩。别呀、啊！哎呦，我操！我怎么了？那我来，我怎么了？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我来我来了，准备好你的普通话呢，可能是我的问题吧，哎呀，那肯定是你的问题啊。你乱点，你还不是你，太救命了，来来来，你来五杠三，五杠三，动动动动，哦，开始了是吧，开始了吗，了我你动动、哦、动, 动, 动对动对动动，二杠二，预备，是没有准备，按没。OK， 下一个过来。OK， 当当你的三杠一，哇，你啊，我也唱。等一下，等一下，词儿是等一下，哦，词儿是等一下是吧？等一下，哪有等一下？词儿哪有等一下？等一下是吧？等一下是等一下，那你说清楚嘛？就是没。空好是左一按什么等下、哎、我操，你看你看那个就是是什么意思，是就和是还是就是还是就是，你是不是炸了， 你是人啊你，那你自己没听清楚，我哪里说的不标准了，再来，你慢点，带空格。好，预备开始啊，喜欢的喜字，还有这字呢，哦，真有三个二，
喜欢你，你，你 N I 你，你你不是 N I 是那个你，你好的你，你自己加戏没问题。你你把的你哈，您你的下一个行，您的好下一个 OK， 下一个 OK OK 过 OK， 动动词动动词打词二杠二动。炸了二杠兄弟，二杠二炸了，二杠二是让你点了呀，二杠二你要把它念出来，我来帮你找。你是不是你都不会玩吗？这关你要不会玩你换一关。我就忘了忘了，没，再来再来，我干嘛点了，对对对，稍等啊稍等啊，来啊，东西的西，嗯，一杠二，下一个别乱点啊，什么问号行不太对，您稍等一下。 OK 行过来，您的，您的一杠一，您的一杠一是好像咋没找着呢，哦，你的下一个 NI 您的下一个，对了 OK， 然后是没，没有的没，三个二，三个二，准备，准备是准备好、哎、什么？中间好过了 ，OK， 下个他们的动物他啊，动物他三杠一，他们的三杠一是空，空是空气的空，是中文空气的空，重复是等一下 ，QQ 预备空间的空，好，中间等一下过了 ，OK，OK，、OK, OK, 下一个，下一个是稍等，三个二，中间三个二中间空准备好。什么空 OK 好 OK， 下一个，下一个是显示，三个二是空，等下预备好，中间空好过了 OK， 没有，屏幕上没有，屏幕上显示的是没有，二杠一什么什么，没有问号对吧，什么就是什么、左没有 OK， 然后好 OK 过了，然后是说，说话的说，三个二，三个二是你，你好的你当一个字、啊、没问题，你你您你的下一个你的 OK， 你的过来，然后泥巴的泥，三个二不太对，是不太对，那个您的 NI 你你的下一个你的 OK 过 OK好，动那个动运动的动，二杠二动动，二杠二是一数字一，左好一二三四是中间没预备没有没 OK 没贵了 OK， 然后屏幕上是好，你好的好一杠二一杠二是也是好一个字，中间没一是就是对了 OK 好，然后然后现在是泥巴的泥，三个二，三个二您，不太对，你行，呵呵，呵呵过了，过了，哎，你看我可厉害，我太羡慕了，你有这么好的一个辅助，我太羡慕了，我也需要这样的，我靠，我现在是第一名，全球第二十二。呵呵，哇，我的普通话全球第二十二标准。也侧面说明你的手速也还可以，就是也还可以，不然的话可能我最多排到前三十，现在排到了二十二。就你就别搁这说这说那了，我不信。等等，来我们打内关吧。哪一关？下一关，你打，开你来，谁打？五杠四，你来，你来，我来是吧？你得尝试着自己猜，而不是，而不是这个，我也能辅助你了，对不对？我也能辅助你。来吧，来吧。五杠四哈？哎，是五杠四哈？六个模块，三十五。五分钟啊，坏了，又忘切屏了。
那重新开，没事。没事，不用，要不要？要不要？完全 OK。那几秒钟，你别这咱么傲啊！不稀罕。别这么傲、啊。全球22名。那我来首古筝。直接一个第二个炸弹，哎，错了，不好意思。你别猜呀、啊！你上来又猜，你玩完。哎，他，你又猜。他为啥不是第二根呢？难道是第一根吗？第一根就对了。你能别猜吗，兄弟？你那个密码。哦哦，那个锁，那个上下左右那个，左边6个只有第二个是不亮的，右边是4和6不亮。不会是 right 吧？你说啥呢？没一个字没听懂。哦，真的。说了那么半天。你哎。白色条是什么？白色条是不是到一？白色条是不是到一？白色条，我翻一下页啊。兄弟。我翻、啊、干嘛？兄弟。对了。对了，迷宫，快！我要破纪录，快！迷宫、啊，那个第三行、第四行的第四个和第六个，第四行的第四个和第六个，第四行的第四个找到了。嗯，然后白点在第三行第一个，红点在第一行第三个。右下下下下右，一直往上，上到顶。OK，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线剪线那个，剪线的那个的话，第一条黑线 C 是要剪掉，第二条 B 应该不剪，第一条蓝线 A 剪不剪？蓝线 A 不剪是吧？我记得不剪。啊。然后第三条 C 是不是也不剪？第一条红线 A 是不是也不剪？第一条红线 A 不剪对吧？不剪。OK。然后第二条红线 C 剪不剪？第二条红线 C 不剪，好像不剪是吧？第三条红线 A 剪不剪？我坏了，剪，哎，剪，啊，又对了，我去，我那个过了，这运气太好了。哪个？第三条红线 A 剪不剪？剪啊，剪是吧？然后第四条黑线 A 剪不剪？你刚没剪吗？不是，第四条黑线也要剪。剪。然后该蓝线，蓝线剪不剪？该蓝线。应该是第二条蓝线，第二条蓝线 A。A 和 C。OK， 剪。啊。哦。1分41秒还剩。过了吗？过了，哎，我猜对了3-4关，我猜对了3-4关。那你，我那两个旋钮，我纯蒙的，蒙对2次，1/4的概率，1/16的概率给我蒙对了。然后那个还有个啥，那个密码锁那个，我自己猜出来一个。我都没问你，然后还有一个，你为什么要猜啊？不是，因为他那三个字特别像一个词儿，然后我就拧了两个就对了。还有一个那个剪线那个，我猜错一个，然后我第二下对了。那你玩？然后你，然后你就，然后还剩一个迷宫和那个嘛，就那个剪线那个。来，你试一下这个。我不要。全28%，那玩这个吧，那玩这个，5-5，行不行？可以，谁玩？我玩。那这还能我玩吗？肯定是你玩呀。为什么？你玩吗？因为他时间太短了。你那么强，4个模块，1分半吗？你来，兄弟，你来。我不要一分半，我不行，我不要，你可以啊，一分半真不行。来吧，你问我，那好，试一下。为什么你能一次摩斯密码都没遇到？哦，对哦，这要碰到摩斯密码直接认输。别啊，他还黑灯哦，那个一个哑铃，然后 AE， C 一个横线俩点，然后 N 上面一个什么东西。
两道这样的题。C 横线两点，哑铃 A 叶 N。OK， 还有一个，那个，一个CQ， 然后空心五角星，然后刚才那个 C 横线俩点和圆圈竖杠。说太快了，哥。CQ， 空心五角星，C 横线俩点和圆圈竖杠。快快快快，还剩四十多秒。C 横线两点。嗯。你在干什么？圆圈竖杠，你别压力，我在找 CQ 和五角星。没事。怎么了？赢了吗？重试，赢个屁呀！赢。我操！你再来。他还有一个那个题，我刚失误了。还有那个眼睛看差了。还有那个，就四个灯那个，还剩不到三十秒了。我看时间不够，我就猜了一个。四个灯是啥？就是红蓝绿黄那个。哦，来吧。嗯。来吧，嗯，那个八爪鱼，这个，八爪鱼，八爪鱼，然后圆圈竖杠，反 C 点和 N， 那个长得像 N 那个闪电。八爪鱼圆圈竖杠反 C 点和 N， 那就是八圆圈竖杠 N 加八爪鱼加剩下一个。OK， 哦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哦不对，那个密码锁，我的天，密码锁，L X Q S D。W P Z Z E K D W W 找找 W 的 W W Water Where Which What Water OK 哪有 W 不是 W 是第二个呀朋友第一个是 D M L 你他妈第二个没死啊我操Switch. L L E A R N L A R G E Why 词汇量不够啊我就没读。S D M L X， 哎呦，黄色是第几秒啊？我猜一个四秒。哎呦，不玩不玩，这玩不玩这玩不玩，滚滚滚滚滚！不是那个密码，我感觉解那一个都不够，这段时间。你在骂？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嘛！啊！你这不要！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不要，那密码太难了。那个黄色是几秒啊？黄色是几秒？什么黄色是几秒啊？你这是哪题啊？什么东西啊？哎呦我操！哎呦我操！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嘛，这个。啊，好好，行行行。你感受一下一分半，真难受。黄色是五哦，五的时候松开。黄色是 yellow。难受。行，我开了啊。嗯。等等。没事，你手速快。你手速快。你手速快。哎呀，五条线，黄黑红白红白。你盲捡一个第一条，你盲捡一个第一条。哦，死了，下一题，下一题。你别搞，你别搞，你是我们是拆炸弹，知道不？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这个必须得拆，我跟你说，不然时间肯定不够。白色按住，蓝灯，蓝色屏幕。蓝灯就是四的时候松开。OK， 它大部分它是减第一个。白蓝黄红白红六。减第四根，减第四根，不管，减第四根。OK， 啊，对的，那个实心五角星加 TB 加 C 一个点加 UI。U I 实心五角星 U I 然后 T B 还有一个什么？实心五角星和 C 一个点正 C 哦 U I T B C 点和五角星。OK， 好，那个二三四二屏幕上写一四二三幺。按第二个位置。二，好，下一题第二阶段是二。还按第二个。是几？一。嗯。好，四。
找四。好，四找到了，是第三个。三位置。二。第一个位置。三，好。二。第二。找一。好，过来。还有什么？还有吗？嘟嘟嘟嘟嘟嘟，过了啊！嘟嘟嘟嘟，过来，过来。还有什么？还有吗？嘟嘟嘟嘟嘟嘟，过了啊！嘟嘟嘟嘟，过来。嘟嘟嘟，我真的很羡慕你，你知道吗？你羡慕我啥？你羡慕我啥？你实力？你看我，你实力强，你实力强。我玩五点六去，你玩五点六，轮到你了。你就慢慢的，我耐心一点，我得耐心，知道不？你别那么急，慢慢来。这不得看时间吗？一分半不就得快一点？五杠六，十多财广，十一个模块啊，十一个模块，一个测试团队全方位能力的挑战，三次十五，六分钟。准备好了吗？你别猜啊，我这得喝口水啊。六分钟，十一个模块，先把那个最难的解了，我们先苦后甜。先把最难的解了。 OK， 我先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手速的。需要手速的确实不行，我就有点顾不过来。哇，密码锁，我的天啊，这啥东西？哇、哦，嚯、哦！我先念啊 ，K 那个 K U C T R O， 第二个是什么 ？O T H E R C O U L D， 选一下吧，猜猜。C O U L D code， 不是你。你这纯猜啊！第一个你说的是什么？不是你不能这么玩，这么玩，那咋玩这游戏？这个模式，这关。你先讲，蓝灯是到几来着？到一是吧？到四。不对，红色按住，红色按住。按住啊，那就哦，直接好了。那个 A E， 然后 C 横两点 ，N 上面一个奇怪的东西，然后 U I， 没不急不急 ，U I， 你他妈在点啥、啊，哥们儿 ？A E C 横的两点，然后呢 ？C 横的两点是然后。A E， 然后 U I， 还有个是啥？那个 N 上面一个奇怪的东西。好，顺序是 C 和 A E， 然后 U I， 然后是 N。OK OK， 那个四个灯，那个黄色，我现在错了一次啊，输了一次。啊，不对，我输了两次。绿色，那黄对于绿。黄对应绿，哎，不对啊！哎，那为啥没炸啊？元音字母看了吗？那现在是两次，现在是什么东西啊？两次元音字母呢？现在没有元音，两次，黄色，两次黄灯，黄灯对应红，绿灯对应蓝， okay. 蓝灯对应绿，炸了，炸了。哦，他说的是啊，有意吗？没有意啊，我没看到啊，什么眼神？哎，我的锅，你别急，文涛，你老急，你看你老急。不是，刚才那个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那个密码锁不解开，时间太久。那你再来个密码锁来，它这个肯定有密码锁，十一个模块。你先把那个摩斯电码给解，快！我想想，我应该先解那个。
哦，有一个摩斯电码。对对对对，你咋知道我有个摩斯电码？你窥屏啊你？他十一个，他不是十一光吗？他不是全？天哪，还有个摩斯电码，摩斯电码，那这怎么弄啊？这么多？那你就看一下，没事，我教你。我开了，来吧。放你好了，哥。上来直接这么难的关卡，给我来个摩斯电码。黄色按住。不是电码吗？红灯，红灯，红灯，快！红灯是一。对了，哦，真有摩斯电码。短短长。哎，我去，短短，长短长短，短短长。短短长是 F， 但你 F 是短短长短，哦，短短长是 U， 我操 ，sorry， 没有 U 这个选项，你念错了，不对，可能吧，不对不对，没有 U， 那重来重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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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不够啊。不行咳咳，就是，要不你来吧，这款。又我来呀、啊，哥们儿，别嘛，你先把那个模式给破了，然后接下来都好破，哥。好好好好好好好。永不言败。来，短短，长短，长长短。短短短，长短短，长短，哎，长长短，三点五九二，不对，对了对了对了，也可对了对了，然后那个、哦、红色按下，哎、一是吧？哎哦，对了，对了，对了，然后我看一下，哦，密码锁，密码锁，密码锁，T R M H N F T R M H N F T R M H N F， 那 T 可能有可能 ，R 也有可能 ，M 不可能，那就要不然就是 R， 要不然就是 T 嘛。第二个是 H 吧 ，T H E I R T H E R E T H E S E T H， 哦哦哦 ，There，OK OK OK， 那个，剪线的那个，第一个红色不剪 A 对不对？但是黑色要剪 C， 然后二三第二个红色 A 剪不剪？第三个红色 C 剪不剪？都不剪。OK， 然后第一个蓝色 C 剪不剪？不剪不剪，第四个红色 A 剪不剪？剪。第二个蓝色 A 剪不剪？第四个黑色 A 剪不剪？第二个蓝剪，第四个 A 剪，黑也要剪，第四个黑也要剪是吧？第四个黑呀、啊，剪。啊，剪错了一个，反正那个空。快！空。二。好。中间没一是就是没有等下好空好左准备空啊错了什么？哎，瞪哎我什么哎什么脑子错了两次。二啊你的完了你的你哪个还是你 OK 你好下一个那个等三一三二好像你的下一个 NI 零的稍等 OK 好
啊，什么？你说的第二个是下一个是吗？啊，啊，没听到，不是没看到。你咋了？嗯。哎，刚过了几关？天胡开局啊！气死我了！我操！你他妈怎么能把真天胡开局认为是天胡啊？你太恶心了吧！你这个，你这不是骂人，你还不如骂人呢、啊！你不是，我真觉得天胡开局，因为我们刚才那个摩斯密码都过了，白色是到一是吧？嗯，白色是。对了，嗯，我看先走哪个？摩斯电码，来，嗯，长短长，可能是 C， 不对，长短长是 K， 短短长，长短长，3.542，啊？不对，不一定，可能是3.572，3.575，3.582。长短长短短，哦，我怎么看不懂啊？短短这个错了，不行，你之前没打过摩斯电码，你现在很弱，确实。长短长短，长短长短，没有这个东西啊！你确定有长短长短吗？长短长短，没有长短长短呀、啊。可能是长短长，之后接个短是吧？嗯。哦 ，C 是长短长短，我日你哥！真的 ，C 的话就概率就小了。长短长短，长短短短。啊。长短短短，长短短短，长短短短。长短短短，没有长短短短啊，那就，但是 C 只有两个，3.52或3.532，三点五三二，嗯，哦，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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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密码密码，U N M Z T V， U N， 感觉不知道，这个没法猜。时间不太够啊。真的 ，M 没有啊 ，Z T V， 这是第几个啊？第一个字母啊？没有啊，没看到啊 ，U N M G T V 没有啊？错了两次了。U N， 你错太多会加速的，知道不？确实， U-N, 确实加速。Never 是吧？你都没问我第二个，哎，还真让你不对，不是 Never。那就是 T 开头的了 ，T H E R E T H， 又是 Z 啊 ，T H R E I， 没有 E， 没有 E，T H E I R， 没有，没有 E，T H I N K， T 没 T H I N think 哦 ，think， 哎，真有，真有，真有。哎，没有 K 呀、啊！哎 ，thing t h i n g， 对对对 ，t h i n g， 那个，一分钟来不及了，感觉两个密码太多了。哎，算我来，我你这太垃圾了，我来，你太急了，你老是错，知道不？你老是错，错了会加速。我来，对你太失望了，我来。密码那个不熟嘛？密码你会了没？你只要会密码，我觉得我们就能过。哥们儿，我靠，我背这些单词，我记满至少要花半年。你饶了我吧，我英语不好，我猪背不完。那你来，你只要知道那个，你只要能听出那个摩斯密码就行，你只能说出来就行。我当时要背半年，来了，我知道，哎，放心好了，我老懂哥了。先摩斯密码好吧？短短短
长短短短，长短短短，有长短短短吗？我操，刷新脑干的，就是 B 和 S，长短短短，怎么那么多长？三点五三五，短，三点五三五或者三点六零零，或者三点五四五。啊，你刚才好像有说到两个 B 是吧？三点六零零，对了。哦 ，OK， 那个字母 T S I R J F T S I R J F， 最后一个是 E N W I K X E N W I K X。Think， 第二个是什么 ？H M K， 第三个 Think T H I N K 有没有？没有爱，第三个没爱。第三个有什么 ？QRTPGL QRTPGL QRTP TPGL。Right R I G H T， 是不是 T H？ 第一个再说一遍。I R J F T S I R J F T S， 第二个 H M K E， 哦 ，three three three， T H R E E， 哎我操，啊，咋了？好了，结束了，三分钟了，怎么说？还打吗？为什么呢？为什么会结束呢？为什么会结束呢？因为你这个英文太慢了，你英语不好，英文太慢了。我跟你说过错的吗？我先来一个英文，先试一下，好吧？你为什么会太慢？你英文搞不？你英文怎么会错呢？你拼出来没有？你为什么会点它呢？你说 three， 我不知道什么是 three， 我就乱点了，就点错了。N S V E W J N S V E W J N S V E W J， 嗯，第二个是 Y I O N X Z Y I O N X Z， 第三个是 H M Y V K U H M Y V K U， 哇，脑子不够用，嗯，然后。第四个是 B N M K D V B N M K D V， 嗯，最后一个是 S L H D V U A S S M 什么？哎 ，S L H D U A S， 再往前那个。第二个再说一下 SOUND 有这个词吗？ SOU 有好见这么厉害自己拼出来了 SOUD 不对啥啥短短长短短长短短短短短短短怎么四个短啊短长 H 有短长 A 短长短短哦我知道了那个三点五一五对吗 OK OK 那个没有错误没有错误然后呢亮亮这他妈怎么亮红灯然后原因有没有 AEIOU 没有没有原因亮红灯红灯 对应蓝红灯应蓝然后呢继续什么继续你得告诉我它亮什么蓝对应啥蓝对应黄黄对应啥黄对应红嗯嗯没事没事一次失误啊一次失误红对应红蓝对应蓝绿跟黄是反过来的其他都对应就红和蓝都是红和蓝绿和黄反过来结束了
结束了。嗯，你不是没输吗？他不有三次吗？输了。你急什么？你急什么？我学你呢，我都是学你，喜欢学。我学不来的，你别乱学。啊！凭什么学不来啊？啊！我不是人啊！看啊，我是不是人啊？是不是人？生气，来，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最好别乱点。长，短短。长短长长短长长短短，这是第一个短短短长短短短长长短长短长，是不是有一个长短长，哪有长 OK 呀、啊、哦稍等啊，马上了，有 B 有 S 有 K， 嗯，然后 B S， 有 B 有 S 有 K， 错吧？短短，嗯，你肯定有错的，不可能，你再说一下，长，短，长，短。长短长短长短 长, 短长，不行，我看多眼睛花了，哥们。那个 C 长，我也有点长。3.575是不是？错了。嗯，那就没有 C 啊。3.545。爆了！哎，不行，这关不行，不行！哎，我操，眼睛看花了，哥们儿！哎，我操，这真的难，眼睛看花了，好花！哎，你来，换一个！决定啊！那拼字母那个不简单，我跟你说。什么什么不简单？拼字母那个。那个确实难啊，那很那个难度超级高，我觉得。嗯。这两关，这两个确实难，而且他把所有难的都放一块了。哇，还有七关，第七章，这才第五章。准备啊，开始了。哎，我都想把那些。背下来，自己把那些能快的、快速的过掉，然后把时间花在来直接密码 X L Z N C， 你重点就看 C T L 好不好 ？C T L， 然后第二个里面有 N E C T N E C T， 好吧，你就这几个你拼看能拼出来几个，嗯。有没有？STIL still OK， 试一下。我有说 S 吗？我有说 S 吗？没有 S 呀，第一个。TLCN。你没让我重点看 T 呀、啊？T 是 T E 什么东西？我看看 ，T 有六个词儿 ，T E A 就占了 ，T H 就占了，还有 T H， 哦，那就属于排除句，那 S A A N A R N。哎，你的鼠标在点啥 ？T E A R L A E A R N OK OK OK， 来，那个什么摩斯电码，嗯，查
长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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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长短短长短短短长长短长短短长短长短短短短有个短短长短长短短蓝色条是到几停来着蓝色条是到蓝不是不是长短长吗蓝色条到四啊哦你拼出来没有啊你说啥了我做不到了我嗯没事没事来来不急不急还有时间长短长短是 C 啊那就是这短短长短3.5553.555是吧啊短短长短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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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漂亮然后现在那个题那个题剪线的那个蓝色和五角星蓝色五角星蓝色五角星啊蓝色五角星是 P 啊记不住第二条蓝线剪不剪啊别剪吧啊别剪不剪是吧然后那个红色和亮灯红色和亮灯红色亮灯红色亮灯就是 B 炸弹上有电池就剪否则不剪那别剪吧有电池剪是吧别剪别剪、oh, OK OK 红色是剪是吧红色是 SS 所以序列号为末尾数就剪偶数就剪 OK 然后那个红蓝亮灯都有红蓝亮灯和那个星星红蓝亮灯星星全都有啊剪要剪要剪啊错了别剪你等我半秒不是还有一个要剪还有一个要剪哦对了对了完了我只有一次容错了啊现在还有一分钟那个哇还有六道题这太吓人了吧这个那这这哦我放弃了这太难了这太难了那个黑线那个第几条黑线来着第四五条黑线剪不剪第四五条 C 4 C 5 B 剪不剪 C 是黑线 C 要剪啊第四根黑线是 C 要剪 B 的话第五根就要剪全要剪因为红队要剪这关真的得猜不猜绝对过不了我跟你说因为你在那个试密码跟那个摩斯电码那儿你就基本上要用掉一半的时间一共有11个模块像那个什么走迷宫然后是那个就是那个对应的那个灯的那个四个灯的那个还有什么都是要花时间的就是那些可以试的就必须得试试对了才有可能过哎我这边有那个模组哎哇哦还有时钟哎剩余时间2.19秒吗这是完背题我背一下题背背题吧背背题吧那你背吧你背吧你要不要
一起背背。失望了。对，刚才还有一个那个记忆的那个，这起码都得花将近一分钟时间，至少半分钟时间。然后还有那个，还有那个文字的那个，那个起码半分钟，这都是要花时间的，这是没法背的。哦，后面可能真的要背题才能过。我操，模组还有扫雷。后面可能真的要背题才能过。我操，模组还有扫雷。后面可能真的要背题才能过。我操，模组还有扫雷。